有螃蟹吗？螃蟹肉吧，肉蟹包。你看，这是春节的时候，这是春节再送一杯，还都春节没喝了吗？哎呦，豆豆。我们吃的是自助牛排啊，60块钱一位。我们要快饿死了啊，所以非常着急，因为太饿了，今天逛了一下午了。这是我们的餐具。吃不完是要罚钱的。飞利，俺今天非常饿了，我不吃什么，上次吃的物就这里吃。整个桌已经被我们搞定了，他们都吃饱了，我和白雪一个人又要了一份牛排。这次我们鸡蛋和那个没要鸡蛋，好像也没给面，就单给了我们的肉。我们又吃完了啊，拽拽拽。